立德德在哪里？他的屁股露出来了。德德港湾最高的，有没有？小龟，如果玩球到这里来，玩球到后面这边来，因为这边人家在溜。小龟来这里玩球了。嗯。后面这里。你有这个吗？你要这个水管的。
要。小乖乖坐在那里哦。